我总是在奔波。今天是我的幸运日。就很猛啊，队友！直接干个死了，非常非常伤啊！我们来玩，野区还没了。打难道的话我是有一手的啊，你看我都不带虚弱，我一点都不怕打啊，我虚弱都不带的。正在呢，这再次回归。天一的分比侠友分好赚很多啊。主要是他排得快啊，排得快的话，你分就好上多了。不然的话，你游戏都进不去，你怎么上分呢？对吧？大哥在电音好像都是大师啊，大哥上大师，我上八百点，没毛病，没毛病啊，合理啊，合理合规。过来的时候正好是被那个岩突了啊！这难道带来是个进化啊？梦想。蜘蛛好像是蜘蛛忍术力，没人。大家国庆节快乐啊！国庆的话，很多小伙伴都出去玩了，哎，外面的话人山人海。我从来不去找东西。
感谢朱碧吴三桂送的票啊，谢谢，非常好。哎，哦，我看到一个漏。这太舒服了。难道这也去蔡林？闪现浪费了，我感觉我闪现浪费了，因为为什么说我浪费了？因为蜘蛛来了啊，感觉没必要闪现了。蜘蛛在后面无论如何都可以杀死他的。这太爽了，开局就拿个 MVP， 哎，第一把拿个 MVP。不知道自己被开了，小笨蛋，真，他可真是个小笨蛋。我打难道是有一手的，兄弟们。一切尽在卡牌中。是吧？对面很多枪，还有一个莫甘娜啊！我在想，我这玩意要不要直接出路灯？顺我者昌，王，此乃天意。此乃天意，我就是天，我的意就是天的意。感觉自己在念小说，小说一般都是这么写啊。万古我为天啊，我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啊。我总是在奔波。
阿瑟特这个小伙子啊，说实话啊，怎么说呢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直播的时候他说我菜啊，私下里的跟我说我很强。好哥，完了，杀不过我。 其实点灯的时候，感觉很潇洒，感觉这上路两个人玩的很嗨啊，从头到尾都在打啊，但是大家打完还是挺好打。 这边基本上一个点啊，留给对面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看上去，他到一看应该挺无威慑力的吧，我觉得。
好帅哦，我的妈呀 ！Amazing, impossible, unbelievable information. 看我来个帅气的！哈哈。哎，差点。我总是在奔波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去哪个核心了？要么全都带走，要么所有。打了吗？ 现在主要是啊，段位不高啊，所以呢打起来也比较。其实你说段位不高吧，也还好。我这把是八个大师啊，两个钻石，啊七个大师，两个三个钻石啊，全都大师的。我得抓紧啊，打上这个大师。我这号如果上大师的话，应该就是都会排王者了啊。到那个时候的话，应该我觉得排的人会更好而已。 疾跑这个技能对于我来说是个神器，对卡巴来说是个神器，怎么是对卡巴来说吧？我觉得都是神器，这个技能就很好用，打团的时候拉扯非常好用，就前期可能在对线上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，打团淘宝还是很好用。 第一把啊，小小操作一下啊，小小的操作一下，第一把啊，我得抓紧打上大师啊，排王者，完成自己的目标，王者800点啊。我算算，当我打到王者800点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都。 到那一天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啊不要喷了。哎，你为什么去中路兄弟？你跟我来干嘛？今天我的名字叫做。
我这个装备，我说实话，只要我不犯病啊，输不了了。昨天晚上跟文森特在一起啊，聊了很久啊。总结一句话，我不能再隐藏我的实力了，兄弟。总是想低调一点啊，让自己看起来可能更加的平易近人一点啊。但是没想到我的平易近人换来的却是兄弟们的嘲讽，兄弟们的不理解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